Welcome to another Mandarin Corner video. For more advanced students, you can watch this video without English subtitles at mandarincorner.org. To access our premium content, which includes downloads of all our videos, audio files, PDFs, and transcripts in different versions, such as with English, without English, Hanzi only, and with traditional characters, as well as being able to draw our content with flashcards, including our HSK sentences, survival Chinese sentences, and Chinese characters. Consider becoming a lifetime member with just a one-time donation. Links to donate are below. Mandarin Corner， 我是 Eileen。这次访谈的嘉宾是一位在泰国创办了一家语言学校的台湾朋友，他将与我们分享他在异国他乡的创业之路，以及因为文化差异而面临的各种挑战。下面我们就有请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 Alan。我是LA 语言学校的负责人，我来自台湾。这个学校是在泰国曼谷，对吧？对。你来泰国有多久了？我今年是第八年。怎么会来到泰国呢？刚开始我和朋友来泰国自助旅行，然后去了曼谷、吴哥窟，然后清迈，最后去考了一张潜水证照。然后就爱上泰国。哎，你怎么会考潜水证？因为那时候和朋友在台湾，我们很喜欢去海边玩，然后想说来泰国顺便考一张潜水证照。可以工作的吗？不可以。可是您去世界各地的潜水的地方可以直接潜水，对，不需要教练带着。那一个月之后就计划留下来？对，因为那时候还在台湾读大学，所以决定，然后跟家人说，那我来泰国读大学好了。他们什么反应？我家人很反对，很不希望我来泰国念书，他们觉得念书就应该去欧洲、去美国，不然就是去新加坡、日本等等。当时父母说反对的时候，你没有说啊，那就算了吧，既然那么反对。没有，我跟他们抗战了大概有半年左右。哇，绝食吗？就不太说话，然后最后家人就同意我过来这样子。我就在网络上找资讯，泰国的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跟台湾学费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师资跟同学都是来自世界各地，是用英文上课。那你那会大概多大呀？那会20岁。英语已经很好了吗？够听课吗？因为我小时候英文就不错，所以英文是足够上课的。来这边是读什么专业？我读国际旅游，因为我以前在台湾就是读相关科系。我在台湾读的是海洋运动，主要就是做海洋研究，或是带客人去潜水、帆船等等运动。一开始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因为居住跟来玩是不一样的。对，真的。第一点不适应的就是语言部分。我们刚开始没有上泰文，可是毕竟在这边住，然后学校周边其实没有 tourist， 没有 expats， 就完全是当地人住的地方，所以平常生活上可能买个饭等等都非常困难。我记得我吃 Seven 的盒饭吃了几个月的时间。7-Eleven 那种？对。因为不是很难吃吗？对，就没办法，你在外面就没有办法跟当地人沟通。那不是可以指吗？就是我要这个，然后你就拿钱给他，让他自己抽钱就好了。对，几家比较可以用指的店还是会去，但大部分时间没有图片。对，就还是会去 Seven。那后面是怎么开始又学泰语了？大一的时候非常的忙，
那时候没有时间学泰语，到第二年开始，因为我和朋友合伙一起开了语言学校，那时候有在自己的语言学校上课，才开始学泰语。哦，你都没有毕业就已经开始创业了？对对对。哦，好厉害。有没有很多台湾人来泰国留学呢？台湾人来泰国留学的少，因为大部分台湾的家长不希望小孩去发展中国家读书，所以相对的少很多。我们班上会有台湾人，但大部分的台湾人是这边当地的台商的小孩。除了你，我也碰到过一些其他的台湾人在泰国啊，给我的印象是好像来这边的台湾人还挺多的，是不是？台湾人大部分在1940-50年代那时候来的比较多，因为那时候政府推南向政策，他把很多台湾的技术人才送到泰国来，那些技术人才在泰国待完后可能就在这边留下。到1960-1990年代政府有推新南向政策，那大量的制造业，尤其是这边很多台商都是开工厂新制造业等等，那新一代像我这种的也有，但就偏少，台商的数量还是会偏多。现在就像比如说90后或者是00后的年轻人还会愿意来泰国创业吗？还是有。你来泰国不管做什么，语言其实很重要，对，不管你是来读书来玩或是你是来这边就业等等，都会接触到语言学校。那我近几年接触很多学生来开奶茶店或是来开电商或小店等等，最近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嗯，那像这种来泰国开店的台湾人，你觉得他们需要会泰语吗？泰语需要，需要，还是挺重要的。因为你日常生活尤其是创业，那你跟员工沟通上你会泰语还是会好一点，你总不能事事都靠着翻译。嗯，或者要找会中文的泰国人。对对对。但是这个应该比较困难吧？会中文的泰国人越来越多了。泰国人目前很重视中文这一块。很多初中、高中、大学都有中文课程。可能小孩不见得会走英文那一块，反而会学中文，然后最后到中国去留学。我在网上听过很多来过泰国的中国游客说在这边中文也可以行得通，这个是真的吗？部分商店是行得通的，因为中国的观光客越来越多了，所以很多商家都会简单的中文。开头的时候我们有讲到你在泰国开了一家语言学校嘛，能不能就是大概的介绍一下你们学校都有教什么语言？我们学校教泰文嘛，英文和中文，目前有这三个语言。你说在大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开了这家学校了，对，为什么还没有毕业就开始想着创业了呢？其实当初会来泰国有一大部分原因就是想在国外找机会，爱上泰国也是一个原因。那另外原因是第一，泰国不排华，有些国家会特别排斥华人，例如呢印尼啊、越南，或是有时候其他欧美国家可能会有歧视等等的问题，但是泰国没有排华问题。你觉得为什么泰国没有排华问题？泰国人很大一部分其实本身就是华人。我们学校的老师曾经跟我说过，曼谷的泰国华人人数其实占到 70% 以上。真的吗？对。像您去中国城可能会看到很多中文的招牌，对，但你在曼谷市区的其他的地方其实上面有很多是中文的招牌。他们这些华人会说中文吗？目前到这一代会说中文的很少，可能他的爷爷奶奶会说中文，甚至要再往上几辈才会说中文。那小孩这辈已经是泰国人了，说泰文。有个方法可以辨认他是泰国人还是他是泰国华人，泰国华人的姓就是泰文的姓会很长，因为他们泰文的姓是自己创的，
但是一般泰国人的姓没有那么的长。哦，对，就是原本本来的泰国人的姓会很短。对对对。然后华人会把它弄得很长。华人会把它弄得很长。为什么呀？可能有高大上的感觉。越多越复杂越好是吧？怎么会想到开语言学校？因为大学的时候有很多大陆的朋友，然后我也为大陆的朋友非常热心，就说：“哎，我们班有另外一个台湾人，然后就一定要我们两个认识一下。”然后我认识完之后，发现他是在当地待蛮久的台湾人，然后他又再帮我介绍另外一个朋友，我们一个拉一个，一个拉一个，最后一群人决定：“哎，那我们刚好有认识一位朋友，一个台湾朋友，他有校长的执照，他有校长的认证，那大家不如一起合作开个语言学校好了。”要创业肯定要有一些启动资金嘛，那你还是学生，他们也还是学生，这个怎么弄？只有我是学生，然后其他的合伙人，有些是台商，有些是来泰国寻找机会，启动资金我没有占到很多，我是到后来才慢慢的注入更多的资金，尤其是疫情的时候。哦，对，哦，你们有经过疫情哈？对，大概三年嘛。这三年怎么样？有学生吗？疫情的时候，泰国那时候的状况是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学校可以开门，开门学生会来学校上课；不好的时候，只要疫情又严重起来，因为是教育，所以会第一个关，然后全部改线上上课。我记得当时一个月的收入五六万泰铢，老师固定薪资、租金，还有广告行销等等，一个月大概固定开销是40到50万。啊，那你是负的？对，每个月就赔几十万、几十万。哇，那你这个钱从哪里来的？那时候因为我很幸运，我家人有帮助我。所以那段时间是靠家人还有其他合伙人，我们在往学校注入资金，才撑过这段时间。每个月都要亏这么多钱，心里不会很慌吗？对，那时候压力特别大，然后账都不敢看。疫情其实是危机啦，不过我也把它看成一个转机。以前学校没有线上上课，那因为疫情我们有了线上上课。以前学校没有做太多的 content，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放更多的心力在完善我们的教材。然后因为很多我们的邻居都开了20年以上，那因为疫情的时候大学校它的租金成本，它的员工数量等等，导致它没有办法撑下去。所以很多学校会在疫情的时候倒闭。那因为我们小，所以我们勉强勒紧裤带还可以活下来。嗯。然后在疫情之后我们就顺利的把名气打出去。我看你们也做了一个 YouTube 频道嘛。对。是在疫情期间开始做的吗？对。我发现很多不论是学校啦还是公司都会在疫情期间会开始做一些线上的内容。对对对。很好的一个机会啊，大家比较有时间了，所以就专注在线上的这块。嗯，拍视频觉得难吗？不是你上镜齁？我也有上镜，然后团队人大概都有上镜，对。那谁负责拍呢？或者是去调设备啊，什么灯光剪辑啊？对，就上网看影片。那有时候我雇摄影机，有时候你录，有时候交换。嗯，好玩吗？拍这个？其实很好玩，其实学到很多，然后整个过程是很开心、很快乐的。嗯，有通过这个频道收获到学生吗？会有学生来说，我就是看到你们的影片，你是那个影片的谁谁谁，过来学校上课，所以是有收获的。哦，那还好。你们学校最大的语言是泰语嘛，对吧？对。通常来学习泰语的学生来自哪一些国家？我们学校最多的学生当然是讲华文的学生多一点，因为我们有中文授课的泰语课程。所以港澳台大陆居多，那这部分大概占了 30%。 以外国人来讲，美国人占居多，再来是欧洲，再来是韩国啊、日本。其实我们学校的面向很广，所以来我们学校上课的学生
涵盖各个国籍。对，嗯，你刚刚有讲泰语有中文授课，那对教泰语的老师是泰国人吗？对，教泰语老师他们会中文。对，你们学生也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嘛？对，那你有没有发现在面对不同的学生会有不同的问题？嗯，会。打个比方好了，您如果去菲律宾读语言学校，菲律宾语言学校会照顾你的吃喝住全部，所以他来的时候会觉得，诶，我们学校应该要照顾他全部的面向。那欧美系国家的学生相对他们就会很独立，他们来的时候就诶，学费多少，我什么时候来上课，他也不会多问说我怎么住宿啊，我去哪吃饭啊，我这怎么办理啊，会比较自主一点。对，那我想每一个学生对于课程的还有服务的期待也会不一样嘛。对，有没有因为没有满足到他们的期待而投诉你们的？有，还是有，就多少还是会有一点，就学生不满意。通常都是什么样的学生，然后他们有什么样的意见？我们学校的课程是需要来学校上课的，那如果您的出席率不足，泰国的教育部也好，移民局也好，会有问题。那有些学生他可能来这边办了签证，但他其实不是想学习语言，更多是想玩，那就会发生问题，是他不太能来上课。那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只能说，就你出席率得到嘛。那最后他就会说啊，不然退费嘛，我不上了。然后大家就会产生一些冲突纠纷。但如果说他中途退学的话，他的签证怎么办？他如果中途退学的话，签证就会取消掉。英语是后面开的课程对吧？对。通常来学英语的是中国人吗？学习英语主要是中国人和俄罗斯人，这两个大概占了80%。俄罗斯人怎么会跑到泰国来学习英文？俄罗斯人不太学泰文，他们觉得泰文是一个小语种，学泰文没有用，他不如把精力拿来学英文或是学中文，对他未来的帮助会比较大。俄罗斯的人是一直都多呢，还是说在近期有增加，因为那边有战争发生？对，近期增加很多，以前学校俄罗斯学生没有那么多。是因为战争的原因吗？是战争的原因，俄罗斯人还有乌克兰人都有变多。那学习中文的呢，是当地的泰国人吗？你刚刚也说很多泰国人对中文感兴趣。对，我们学校的中文课程主要学习的是泰国人还有各个国籍的欧美人。泰国人可以理解啊，怎么会有欧美人来泰国学习中文？感觉要么是来泰国学泰语了，或者是去中国学习中文。学习泰语是小语种，所以他们会觉得中文对他未来比较有帮助。所以他们其实也是想要在泰国待一阵子，然后顺便学习一下语言。对，但是在泰国学习中文，他没有一个语言环境嘛，他也不可能说一出门就可以练习了。对，比较可惜的部分就在这边，就是环境没有。但是很有趣，我们有很多在我们学校学中文的欧美人，他们会来跟我们的会讲中文的泰文客服聊天。我们的泰国客服中文都还不错。有这个要求吗？你在招工的时候？有。招聘的时候会就用中文面试嘛，那中文面试就会面试出他的水平如何。大部分我们的客服都有在中国留学过。你觉得去中国留学的泰国人多吗？算蛮多。泰国人去中国留学，中国政府有很多补助，对，所以他们学费部分可以免掉，然后甚至可能会有零用钱啊等等，会有很多补助。所以就泰国人而言，学中文去中国留学对家里的负担是比较小的。那他学习了中文会能够帮助他们在泰国找工作吗？会。在泰国尤其是曼谷，因为曼谷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
变成英文是一个蛮普遍的语言，会中文的泰国人会比会英文泰国人起薪会再高一点，工作机会也会再多一点。是因为有很多中国人在这边做生意吗？对。哎，假如说啊，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来泰国找工作容易吗？自己创业还好，但是单纯找工作，要会泰语。那就是很难呗。我觉得泰语很难，就是那个文字啊，看起来像个蚂蚁一样的，而且很小。网络上有人会把那个泡面拓印之后印在纸上，然后说这是泰文，就像蝌蚪文一样。我也觉得像那个泰文读写真的难，可是泰文的口说不难啊。哎，那对于泰国人来说，学中文会难吗？发音部分会比较难一点。但是语法相较而言是蛮简单的。那当然写作阅读就挺难的，因为我们中文字每个字都像图片一样，会偏难。你平常跟泰国员工是用中文还是用泰语沟通？和中文客服我会用中文沟通，因为我们讲的工作内容常常是直接要和客人跟学生说的，所以我希望我讲中文，他们可以直接传达到客人上面。对，那跟其他人大部分是讲泰文，不然翻译一下可能还会有一些误解。对对对。创业初期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什么挑战？除了疫情期间，刚开始最大的挑战应该是装潢的时候。准备要请工人来刷油漆啊等等之类的。泰国人步调比较慢一点，所以他们做很多事情都慢慢来。假设他说这个工期两个月会完成，但最后可能会到三个月或是四个月。会拖这么久、啊、会拖。对，如果大家有机会在泰国的话，有创业有装修有请工人，记住一点，刚开始先付 30% 的定金让他去买材料，不要急着把 100% 付掉，也不要分50-50，先付 30%， 付完30%之后他中间工程到一半了，你再付 30%， 再让他去买剩下的材料，等最后收尾完再把 40% 付掉。你一开始付了100%？没有，我们刚开始因为是泰国合伙人负责的，所以这个部分倒是问题不大。但我听过很多前辈很刚开始付了50%，他买完材料放在那，你看到诶有材料了，是不是准备要动工了？过几天再去看材料没了，他把它拿去卖，人跑了。啊，会有这样的情况？会有这样的情况，而且很多。他尤其看你这个外国人，所以找一个泰国合伙人会比较好。对，找一个信任过的泰国合伙人，然后记得啦，合约什么都要写好，然后钱也不要急着给。但签合约，如果说你泰文不好，你找翻译你也不一定能信得过他，也会有问题啊。也会有问题，但是网络上应该都有公版的泰国合约，或甚至是英文合约也可以。主要合约要写好，英文也没关系，然后复印好他的泰国身份证等等啊。如果他人不见的时候，你至少找警察可以找到他。对，你们刚开始有四个合伙人嘛、嗯、对吧，肯定每个人的想法也许会有一点不一样嘛。有没有因为意见不同而发生过什么争论或者是矛盾？多多少少还是有啦。我觉得做 A 比较好，他觉得 B 比较好，然后他又觉得 C 比较好，然后大家没有一个统一的，对，然后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做决策或决定，那常常就会来来回回，所以还好啦，多多少少还是走得下去，只是决策上会有一点意见的不同。作为外国人在泰国开公司有什么要求吗？外国人在泰国主要几个点，第一，泰国人的股份要占到 50% 以上，所以能够有主导权账面上的一定是泰国人。第二，这个公司要请四个泰国人，然后投资了100万才可以请一位外国人。对，就是平均每四个泰国员工才可以请一个 外籍员工。 对，那如果说像你们学校有好几个外籍的老师还有中国的老师都属于外籍嘛？对，
那你们不得要请多少个泰国员工？因为外籍老师不在这个范畴内，像有些国际学校，他可能没什么泰国老师，但他外籍老师要他需求量非常多，所以外籍老师只要他的身份是合格的，像我们学校的老师，他都需要有大学是教学相关科系，或是有教学相关的证照等等，才有办法成为老师，是需要经过教育部批准的。那请外籍员工会比请当地的泰国员工更麻烦吗？会，第一签证很麻烦，常常要去做续签。那我还有工作证的问题，我今天工作证可能一月到期，但我工作签证四月到期，我两个都要去办理，我就得请假。加上去移民局办理签证，有时候啊，那个文件不是一次就会过。泰国有时候政府真的会比较腐败一点，你可能钱没有到位的话，你文件又有问题，那你隔天又要再去，你又得跟老板请假，然后老板请一个外国人，他缴的税跟薪水又偏高。所以你们学校相对来说请员工这方面优势不大，因为你请的都是外籍员工，对吧？对。假设我来泰国开公司，我作为老板的话，那我要拿什么样的签证呢？不管你今天负责人是什么签证的，都可以成立公司。你拿着观光签过来也可以成立公司。成立完公司后，你想在泰国待久一点，那你可能就考虑要去办商务签，办完商务签之后转成工作签等等。办理营业执照什么的会很麻烦吗？办理营业执照要找到好的会计师或是事务所，现在会讲中文的事务所或是英文的事务所很多，尤其在曼谷你可以很轻松的找到，或者找到泰国会计师，他也可以帮你办。我不知道泰国是怎么样的，像在大陆这边如果说要开公司的话，你执照上会写一个注册资金，是这边有这个要求吗？有，我们还是有资本的要求，就像我刚刚说，四位泰国人加100万的资本，所以你请的外国人越多，你的资本就要越往上。那为什么有些小公司他不愿意请外国人？因为他的资本额大到一定程度，超过500万、600万的时候，他就不能称为小小的企业、小的公司。那一脱离这个范畴，你的税金就会往上再跳一个层级，那你缴的税就要更多，因为你不是小企业了，政府不需要去补助你。对，你们这种是有补助的吗？因为我们是教育行业，所以我们税金是有稍微补助的。前面你有说到，如果说要注册一家公司，需要泰国人持股51%，对吧？对。那这个会不会造成风险？就比如说这个泰国人你可能没有那么信得过。对，多少会有风险啦，因为毕竟他占了51%，账面上占了51%，那很多人会跟你建议说没关系，我们私底下再签一个合约，说他占的这个51%不算啊，或是有其他的合约。这个合法吗？不合法，拿到台面上来讲，不管怎样他就是得占到51%。如果他真的要耍流氓的话，你也没办法，即使有这一份私底下的合同。对，还有一个方法是泰国人占51%，但你今天可以找10个、20个或甚至100个泰国人把这些股份稀释掉，那这些人可能互相也不认识，您就比较不会有问题。不过总归而言，信得过的 partner 很重要。怎么能找到100个泰国人还不认识？泰国有一些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等，他们可以协助你，帮你找到适合的人。在泰国经商，你觉得华人跟欧美人士相比，哪一个会更有优势？目前感受下来一样，都是外国人。华人有一个小缺点了，就是这一两年在泰国闹了许多华人的负面新闻。例如，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位大陆人在泰国的市区开了一间赌场，非法赌场，然后还被政府查封。然后这种事情一个一个爆出来后，华人在这边设立公司，相对的制度也好，或是办理的手续也好，就会比较复杂，政府就会变得特别严格，或是甚至有些公司他就不接华人生意。政府方面啊，他们会区别对待华人跟
欧美人吗？有些时候是会的。像以办理学生签证来讲，部分的国家是需要良民证、无犯罪证明。中国人需要吗？需要。那有部分国家就不需要办理。你开的是学校嘛？那你觉得在泰国开学校跟开公司或者餐厅相比，哪一个更难？我觉得餐厅会比较困难，应该这样说好了。以成功率，学校会高一点。为什么？餐厅的竞争很大，加上你在泰国开餐厅，你要让下面的人照着你的方式去做，有时候有一点困难。除非你是做火锅，火锅还好，你汤底调好，端上菜就好了，算了就好。对，那今天如果是菜，可能要不同的比例，或是做菜的步骤等等。有时候底下的泰国员工比较没有办法照你的想法去走，他们会有自己的想法。不是招中国的厨师吗？中国厨师，你就要帮他办工作证嘛。啊，所以还不如教泰国人炒中国菜是吧？对，因为很多餐厅可能没有办法真的设立一个公司，然后从中国找个厨师过来，那个薪资的成本等等都不是很适合。在招员工方面，有碰到什么问题吗？可能也跟国内一样吧，泰国员工常常没有办法做很久，可能这职位做了一下就会跳槽，就会跳到另外一个职位，然后就得找新的人这样子。那你们会就是招比自己预期需要的人数再多一点吗？以免有一些人跳槽。老师部分是有的，因为老师部分如果跳槽的话，学生的课程就会出问题，所以老师部分总是要多备个一个两个。客服部分倒还好，今天如果有客服走了，自己可以顶上。平常就在做客服，平常就可以顶上就好了，问题倒不大。泰国的员工，工资会高一点吗？泰国的基本起薪一天是350泰铢，一个月是10000泰铢左右，就大概是300美金左右一个月。那今天如果你是大学生，大概600美金左右。那你们学校也是有来自除了中国，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老师，对吧？对。那你开给他们的工资会更高一点吗？会，相对来讲。英文老师或是中文老师的工资就会比一般泰国老师的工资来得高，因为毕竟他们本身就有教学专业，加上外国人嘛，在国外找的工资总不能比他原本国家还低，而且他的生活费用也会高一点，不是本地人。对，那所以你们的用工成本也不低哦。对，也不低。你们现在有几个老师？我们现在加上 part time 的话，大概有15位老师。哇，压力不小哦。压力不小，对。我看你在假期的时候也有在工作哈。平常你自己有休息时间吗？创业者比较难去判定说什么时候是休息时间，比如，我的员工客服可能。早上9点到晚上6点回讯息，或是12点到9点回讯息。那在这个时间以外的时间，就是我来回讯息。如果没有人回的话，那就是我回。或是周六周日，出了什么问题，或是等等之类的，都会有事情让你处理。你们这边放假是按照泰国当地的节假日，还是按照其他国家的？我们是按照泰国的，对，像泰国有泼水节啊。等等，都是按照泰国的国定假日来放。这边节日多吗？泰国节日很多，像泰国有国王嘛，九世皇就是他们的上一代皇的国王。上一代国王去世的时候也放假，上一代国王生日的时候也放假。那新的国王上任，他的生日也放假。就经历了每一任国王，泰国人的假日会越来越多。对，因为每一个国王不是在同一天出生，出生啊，或是登基啊，或是去世等等，都会有相应的假日，结婚什么的。对，自己感觉创业压力大吗？创业压力挺大的，就是主要来自哪一方面？就来自钱嘛，就是钱的压力，还有
人事，有时候人事的东西不是你真的很能掌控，然后业绩啊等等，你可能这个月做得很好，那你可能下个月做得很差，那你就会担心是哪里出错了，我的营销策略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还是我的课程定价等等有问题，你会一直去想，然后一直帮自己找各种的压力。会有开不出工资的时候吗？疫情的时候有接近快开不出工资的时候，对，那疫情后就还好，就好很多。对，你们学校有很多泰国员工吗？那在工作文化方面有没有什么跟台湾人不一样的地方？泰国人第一是步调比较慢，然后另外一点是泰国人比较会有自己的想法，体现在哪里？假设您今天跟他说我希望你把这件事情用 A 方式做好，他会觉得B 方式好像好一点，那他就用 B 方式做。这边很多台湾人嘛，那平常会想念家乡的食物，我们会点一些什么鸡排啊、水饺啊等等，然后就跟老板聊，老板说他请他的泰国员工帮他炸鸡排。那有一次我们吃的鸡排，反正味道不太一样，就问了一下老板，然后他去确认后发现，平常裹粉可能裹的量是这些，但那个员工裹的粉量比老板给他的量还要多，员工说这样子比较好吃，所以他就照这个方式做，他认为比较好吃。对。那你在学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学校假设线上课好了，设备出问题了，他不会跟老板讲，他会自己想办法解决，那等到真的没办法解决的时候才会跟我们说。对，他可能自己觉得这个是可以解决，但这个也问题不大，但其实这个问题一拖一拖，问题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们为什么不想跟你们说呢？我自己觉得泰国人比较爱面子，比较委婉一点，心里有想法但是不会直接说出来，会以更委婉的方式说出来。打个比方好了，曼谷很堵车嘛，假设今天我们开车在三线道上，最右边这道是右转，中间这道是直行，那有些车子它会在中间这道停着等右转，那它就违规了嘛。如果在国内，后面的车可能喇叭就按啦，然后拿棒球棒等等下来跟他吵架理论，站在泰国不会，后面的车会等，他等等一等，他发现前面的车太久了，他可能会打方向灯，然后自己默默绕过去，那后面的车也都不会有任何的想法，大家也不照，大家就慢慢的。对，那他们其实心里是生气的吗？他心里应该还是会有小小的不满，但是他不会直接的跟对方冲突，然后加上泰国步调又慢，所以大家没有什么这种压力，他们都慢慢慢慢的。我前两天去办了我车子车牌的问题，我拿了号码牌去 A 柜台， A 柜台让我等了一个多小时，我到 A 柜台办理完之后，他跟我说我再去拿另外一个号码牌，拿 B 柜台的号码牌，我 B 柜台又等了一个多小时，等到 B 柜台办完之后，他跟我说叫我回去 A 柜台。哦，我就会觉得那你们不能一个柜台把事情给办了吗？为什么我得 A 或 B 然后再回去 A？ 泰国你在公部门办事情常常发生这种，大家就是效率不高。这种效率低会体现在学校里面吗？就比如说泰国的员工会不会做事相对来说慢一点，然后会让你很着急吗？他会步调偏慢，那老师的话就还好，那客服就会可能看到讯息不会这么急着去回复，那我们看到就会很急，就会想要去回复。不过有时候应对客人的时候，他负责这个客人，你去中途插入也不好，就我们在旁边看得很着急，你怎么不回呢？但又很无奈，就坐在那又很无奈。像我曾经我们经理上班的时候，可能回了所有人的 email， 但是 LINE 上面的客服没有回，那
啊，我就觉得，那你应该先回 LINE 上面的客服啊，因为 email 的步调总是会比一般的聊天软件来的再慢一点。我跟他说了一下，就你下次这 LINE 的部分先回，不要说啊，已经开门了一个半小时了，还没有人回复客人这样子，他就哭了。女孩子是吗？就哭了。对，然后我还去跟另外一个男生泰国员工说，我是不是说太直接？我是不是？他说是有一点直接啦，但是工作就这样嘛，对。然后，对我之后就也会收敛一下自己，跟泰国员工讲的时候，要再更委婉的跟他讲，不能太直接。有没有发生过因为他们太过委婉，你没有理解到他们的意思？工作上有，就是今天学校的收音机可能有问题，然后没有办法开收据给客人，嗯，他不跟我说，我等了。可能半天，我发现收据还没有开。我说：“哎，这个收据怎么还没有开？”他说：“哦，因为那个收银机有一个密码要进去。”嗯，他说他不知道那个密码。我说 ：“OK， 好，那你问过经理了吗？”他说：“还没。”我过了一下之后，发现 email 收到一个你的POS system 的密码更改成新的密码。然后，他去改了，对他自己去系统，要自己解决改那个密码，然后才有办法把那个数据开出来。这是什么一个心理？为什么不去问一下经理，不就解决了吗？对对，就老板觉得你就问你现场的主管，他直接帮你输入密码，你进去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然后刚开始还跟我说，哦，收音机出了点问题，收音机没有问题，是你不知道密码。那在时间观念方面，我听说泰国人很可能会迟到的比较多，是吗？对。对，泰国人很容易迟到。像我们员工，疫情的时候我们要拍摄，可能今天约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公园拍摄，我们经理会迟到1小时，然后人才出现，也不会说啊，不好意思，我今天迟到，也不会，就是大家就觉得正常。是不是所有泰国人都已经习以为常，大家都可以迟到？嗯，有一点，比如说我的泰国女朋友跟她的姐妹们约要去吃饭。很约晚上9点，我就说，哎，啊，9点了，你怎么还在这里？他说啊，没有人9点到，大家都10点到，所以他9点还在那边慢慢的化妆啊等等，然后等到9点半10点，再出门的。哦，所以在这边，如果说你想要10点跟别人吃饭，你就约9点。对。啊、哦，你的女朋友是泰国人？对，是泰国人。哦，那他会中文吗？他不会中文。那你们俩是用泰语沟通？对，我们平常用泰语沟通。哎，你觉得泰国女孩子跟台湾女孩子有不同吗？嗯，泰国女孩子比较大方一点，就怎么说？台湾女孩子可能会再委婉，然后泰国女生会比较热情。她今天如果喜欢这个人，她会去很大方的去跟她讲话，或是去追求她。很多泰国女生不太介意物质上的。的追求，你今天带他去吃餐厅，他可能宁愿跟你在街边吃个面条等等，他追求他想吃什么开心就好，不是说一定要贵一定要好。嗯，我听说过，就是泰国女生如果说她一旦带你去见她父母，可能就是想要跟你结婚了，是这样吗？泰国女生很喜欢带男生去见父母啊？为什么呢？嗯，所以我不觉得是要结婚啊，希望得到他们的认可吗？我不太确定，但是我周边朋友的经验，很多泰国女生，她一定喜欢你，她才想要把你带给她的家人或者她的朋友看，他们很喜欢，就是哎、欸，你要不要跟我回一趟老家？所以你回去过是吗？因为我的女朋友是曼谷人，所以倒还好。哦，还有一点文化差异，泰国人吃辣程度比台湾人。来的厉害很多，像我在台湾可以吃到中辣，但我来泰国小辣都不到。哦，我们曾经跟朋友去吃路边的那个青瓜沙拉，上来的时候发现辣椒很多，就问那个阿姨说：“这是我们点的吗？我们点的是小辣，这样子确认一下。”阿姨说：“是啊，那是小辣，那个我放了10根辣椒，是小红的辣椒那种。”对对对，哦，我的天！然后他说。一般普通的辣是30根，直接要吃到拉肚子，就真的吃不下去。就很大的一点是，常常出去一定要记得跟
餐厅说小辣小辣，那你就不要辣，辣椒少放，然后你后面再加。对，那有个小缺点是在泰国很多店家他有个敲青瓜沙的那个钟，他其实敲第二份、第三份、第四份的时候，他其实不太会去洗里面，所以他其实做小辣或是他做不辣，还是会有点辣，对，因为里面会留点辣椒。而有些店家是你请他做小辣，他不太会做，所以他做出来的味道就不正宗，甚至会没有那么的好吃。嗯，因为辣才会让那个口味更加重。对对。我感觉可能华人会更重视赚钱。对。对不对？所以赚钱比较积极，那他会不会有没有可能泰国的员工赚钱没有那么积极，所以如果他做的不开心可能就走了。对，泰国人我有跟朋友合伙开一间餐厅。嗯。然后我们餐厅的经理在某一天做的不是很开心，他早上来了，下午人就消失了，就说都没有说。为什么呢？我们就发现，怎么不见了？然后打电话给他也不接，请其他员工去确认才知道，他不干了，但他不跟老板讲，他人就直接走了。哦。然后讲他有钱的部分，不太会去在意，你钱有没有给到位。他会觉得我不用挣你这钱，我换个工作就好了。他是要生活，他会把生活看得比钱还来得重要。所以说泰国员工会不会比中国员工更难管理？以学校而言还好，但是你如果做其他产业，我相信会比较难管理。因为像我们餐厅的部分，厨房的员工其实来来去去，来一天人就走，流动率会很大，对，还有一点是泰国人他们不存钱，所以常常会预支薪水。你们学校可以预支吗？学校我学校没有预过预支薪水，然后餐厅会，餐厅的员工喜欢预支薪水，可能这个月到月底钱快没了就先预支一下，那这个月预支完，下个月再补上，然后再预支。你说的餐厅现在还在开吗？现在还在开。在哪里啊？在 Terminal 21。哦，是中国餐厅还是？我们是卖台湾的麻辣鸭血豆腐，然后还有面之类的。对，生意怎么样？生意还行，还行。那边游客很多啊。那边游客很多，所以路过客人会多一点。怎么还会又开一个餐厅？就疫情的时候，刚好有台湾的朋友，他本身是厨师，然后想要在泰国创业，就有一起做这样子，但我股份占的很少。嗯，中国员工跟泰国员工有没有什么区别在工作方面？中国员工比较勤奋，然后老板说什么我可以做就做到，老板说一就是一，老板说二就是二，比较听话吗？比较听话。那你们也有西方的员工吗？那相比他们来说有没有什么区别？西方的员工比较直接，今天课程上出什么问题，哪位学生有什么问题，签到作业等等有什么问题，他会很直接的跟你说。对。但是相较而言泰国人这方面就会比较缺乏，就比较没有那么直接。作为老板的话，你更喜欢直接一点的还是不直接的？当然就会选择直接一点了，出问题我们就解决它嘛。事情不解决放在那就是会越来越大，或是会出更大的问题。你有去过大陆吗？去过北京和厦门。第一印象是什么？第一印象是很干净很整齐，尤其是街道非常的整齐。我那时候去北京，每个大楼的从高到低到设计都非常的整齐，但是台湾不是，台湾街道很乱。嗯，是吗？然后招牌什么很杂很乱很丑，然后电子支付，那时候我去是2015年的时候嘛，大家就是刚开始已经有了，已经在用手机在支付了。哇，那东西台湾根本没有啊。是吗？一点都没有吗？台湾大概是疫情的时候，或是甚至疫情前一两年，电子支付才开始流行，那时候完全没有，就感觉去到一个不同的世界一样。我泰国女朋友她常常要去上海出差，
他说他去大陆出差的时候，他们不收现金，然后有些店信用卡也不收，对，所以变成外国人支付上会有点问题，对，有人不收。如果说一个外国人来你们学校学习泰语或者是其他的语言，签证麻烦吗？办理签证的部分主要有两个方法，一个是你可以在你的国家申请泰国的学生签证，那跟学校用寄件的方式可以办理。第二个方法是目前是可以持有60天的旅游签入境泰国，然后在泰国境内再转成学生签证。那持有学生签证的期间内，每两个月要去移民局做续签的动作。哦，好像很麻烦哦。会偏麻烦一点，像你可能持有八个月的签证，但每两个月就要跑一趟移民局。感觉泰国办理学生签证会比其他国家更麻烦一点。对，其他国家学生签证可能一次会给你到那个效期，半年或是一年。对，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泰国的签证部分，语言学校的签证算最容易办理的，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办理。他相对会想把这个步骤变得比较复杂。教育签证，除了语言，它还有其他的种类的签证，对不对？就比如说泰拳呀，也可以办理学生签，对吗？对，这类型的学生签证还包括泰拳、潜水，还有羽毛球、按摩等等。羽毛球也可以？对，羽毛球也可以。哎，怎么会有人来学羽毛球啊？就都在这个类别内，只要你在学习都可以持有学生签证。当然泰国还有大大小小不一样的签证，像有一签证叫佛学签，像台湾啊，很多在寺庙的和尚等等，他们可以办这类型的宗教签证来泰国的寺庙做交流和学习。你现在在这边已经待了8年了，对吧？对。那你自己拿的是工作签证吗？对，我拿的是我们学校的工作签证。那如果说你后续打算长期在这边开学校的话，你可以申请入泰国籍吗？泰国的国籍相对而言比较难取得，因为泰国有皇室，是个泰王国，所以任何入泰国的国籍都需要泰国的国王签署，所以名额有限，然后获取的管道又不容易。你如果照着官方的管道去申请，可能排队排个10年20年都不会等到你。所以你需要找一个有利人士，或是找一个比较特别在办这种服务的仲介，他可以帮你取得名额。那这个名额每年每个国家有限额，如果这些名额满了，你就再等下一年。然后泰语要会听说读写，然后工作有要求，有一个基本门槛是你工作证至少要持有3年，然后这3年工作证你缴的税还要够，像的薪资至少要如果你薪资在8万以上的话，你的分数会比较高。然后每年还要捐赠一笔钱给泰国的寺庙跟公家机关。对，要捐3年。捐的数额多吗？几万泰铢，不是特别多。对对对，就相较整个process 而言其实不是特别多。我只在他们的纸币上看过国王，那个是国王吧？有两种，一个是现在的国王十四皇，然后另外一种是老国王九世皇。泰国人很敬重老国王，很敬重九世皇。像泰国的父亲节是九世皇的生日。对。为什么他们会比较敬重老国王？因为老国王在的那段时间，老国王很帮助泰国的人民。因为皇家很有钱，但皇家的钱不是人民的钱。那老国王用皇家的钱去发展了很多农业技术，然后将这些技术给泰国的农民，让泰国农民有一技之长，或是有办法自给自足。普通人有机会见到国王吗？少，很少。对，泰国人见泰国国王，
是会感动到落泪然后下跪那种感觉。普通人很少很少会见到泰国国王。那国王居住在哪里啊？我感觉是一个神，是一个神话一样的。国王有很多地方，他住很多地方，对。但目前泰国现在的十四王比较长时间会待在海外。哎，为什么不在本国呢？因为他蛮喜欢海外的生活，所以他长时间是待在德国的。啊，这个很有意思哦。对，然后泰国有大大小小的节日等等，他就会回来这样子。对。哦，所以是一个比较喜欢冒险、喜欢去玩的国王。对对对对。马上就要过年了，就要到2024年了。明年有没有什么新的打算？明年就会回家了。回台湾，打算回台湾了。嗯，对。回台湾是工作呢，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哦，回台湾主要陪伴家人嘛。对，因为我从18岁开始读大学，到现在十年了，那就是违背他们的意愿，都不在家。我说，差不多是时候要回家陪伴一下家人。日后有想过在台湾发展吗？嗯。目前计划可能是会在台湾发展，因为小时候还年轻，在读书那时候会觉得，哦，我才不要待在台湾咧，我想去海外发展，我想出去闯一闯，想体验一下海外的生活，国外月亮比较圆，我们常常这样讲。等到真的出去然后待了这一段时间后，就觉得还是家里好一点，因为毕竟吃的东西啊，还有人啊等等，都是自己比较习惯的。对，嗯，今天非常的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邀请，然后与我们分享了你的创业之路以及这个过程中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想要了解 Eileen 的语言学校课程的学生呢，也可以去他的官方网站或者是email 联系你们。嗯，可以可以咨询一下。对，那好，那就祝你在之后的创业路上越来越顺利。这个学校你还是会参与的对吧？有学校还是会参与。对，客服啊等等还是会参与，还是可以联系他。对。好的好的，那就有机会再见。好好，再见。谢谢，拜拜。拜拜。